连麦的时候，我给你一个任务，所有人下载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。 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这大哥交给我的任务，我感觉率先啊，能量满满啊，绝对这一块来光环又不一样了啊，又升华了。那你不这么干，我一会儿我先给你出去宣传宣传了啊，宣传，我马上来给宣传宣传，今天晚上必须把这个任务给完成的非常一个的到位啊。第二个呢，告诉大家晚上交友，尤其女朋友要慎重，不要随便给钱。哦，这个我带好，我受过骗，这个啊。Nice， 姑娘，你是男的是女的？你不是黑眼的看我哈、啊，我也是被骗怕了哈、啊。如果怕被骗的，去下载一个国家反诈中心 APP， 下载一些这一块下载吧，去看一看与一些防诈的一些知识啊。OK 啊，你好，我表现啊，不错啊，姑娘，你长得其实很漂亮。再见啊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是女人对吗？我是男人。你看，这就是兄弟，这就是骗子啊！他男的是正常是女的。OK 啊，所有的直播间里面的人，咱呢下载一个就是国家反诈 APP， 国家反诈中心 APP， 这样的话就可以学习一些知识，就会不会被骗啊，就那么简单啊。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我一看您是女人对吗？啊，对。太好了，你想得到我？你想得到我吗？我不想得到你。你这姑娘，你想骗我？你并不想得到我，但你想得到我的钱。就你这样女人，我跟你讲，我学过防骗知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学过的去下载一个国家反诈中心 APP 去学习学习啊！咱直播间的兄弟姐妹们，没有下载的去下载一下啊！下载一下国家反诈中心 APP， 这是人家就是领导给的一个任务，兄弟们啊，给了一个任务，咱们必须得完成一下啊！各位都去下载一下，下载一下，来看看如何提升自己，让自己的朋友，让你自己的儿子，以后谨防被骗啊！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